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那这期要玩这一款《炙热灵压》，哦，感觉好像是死神的游戏啊。那来看一下、哦、当前伺服器登录的方式有这些啦，哈、哦、，Facebook 试玩平台登录。那我选择试玩看看。目前没有音乐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开了。那伺服器是 S4， 好、哦、1234，那我都，那就来吧。怎么还没音乐啊？怪怪的哦。好，出来了。这个好像是当初动画的画面吧。欸、他怎么讲？他怎么下面字幕是看不懂的字啊？是哪个版本啊？先跳过。哦，然后刚刚那边的字幕是国外的文字嘛？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。然后这边已经出现了中文。然后这个是《朽木露琪亚》。Three, two, one, five。ARPG 哦 ，OK，ARPG。那我稍微设定一下，我设定一下哦。好，然后左右而已。然后这边我设定一下，继续设定一下，我用摇杆啊。按住的话就可以攻击。对，它这个感觉是2D 横向的 ARPG， 你应该有看到我的数字键吧？就34这样，放招式，然后我再放一下，再射一下。我看了一下那个 Play 商店上面的一些留言，目前评分比较低耶。好像是提到说，这是把以前的版本给拿过来改一改，然后加了一些新的角色。就以画风和画质来看，确实比较像几年前的游戏，比较几年前的手游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然后声音有点破哦。这个刚刚我看了一下留言，好像也有人提到声音破破的。他们主要提到一些翻译没翻好，然后还有声音破破的这个版本。那有没有其他版本？旧的版本我没玩过，因为死神我大概玩过两三个版本。那这个版本我没玩过，我有玩过那一种也是 ARPG， 但是是全画面的，全地图画面跑来跑去，有点 3D 的。然后这种是2D 的 ，2D 横向。然后也玩过那种 RPG 的，类似 RPG 回合制的，大概是这样吧，有点印象。那这个版本我没玩过，哦，毕竟那么多游戏嘛，我不是每个版本都有玩。然后我比较专注于玩手游，大概也是这一两年的时候啦。如果是三四年前，我就比较没有碰到这样。3, 2, 1, 5。这边为什么要讲英文呢、啊？操作起来不是那么流畅，我觉得啦。甚至比那个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《犬夜叉》，因为2D 这种 ARPG 的，就是完全是在平面上的。所以摇杆只有左右啊，我觉得没有到很流畅，然后没有跳，哦，没有跳怪怪的，因为我觉得这种如果是纯 2D 的话，应该有一个跳跃的钮吧，然后可以 combo 一下。那目前我们只有三招，三个技能啊，普通攻击，然后还有两个技能，那两个技能是有 CD 的嘛？为什么声音只有一半有音乐、啊？我戴耳机，然后只有左耳有音乐，奇怪。
坏掉了，坏掉了。就刚刚那边音效只有一边有音乐。好，这边应该要教我们如何升级的吧？哦，这些就是角色啦。ARPG 的话，你可以用你喜欢的角色。那死神也好多年了，死神这部漫画动画，我当初只有看一些些啦，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么热衷这款游戏。不能说热衷这款，应该说比较没有热这个 IP， 这个动漫画 IP。这点我必须说一下。哦，我大概只知道一开始他妹妹被袭击了嘛，然后就不得已就成为死神这样子。反正就是一部打架的漫画啊。好，代理死神，死神工作，那就直接战斗啦。好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。没办法，可以翻滚，可以冲刺哦。你刚怎么没跟我讲？好，这边有一个大招，我可以按了。可是我现在没有空设定，我设定一下。这样好了，就一二三四，可以冲。大招是这样哦，还行还行。就以 ARPG 来说，算简单。我只觉得他的攻击是在原地砍，他不会朝着敌人去追着敌人打，所以你要自己，你没办法边砍边走，就是攻击和移动好像是会分开的。这边很破，这边音乐很破。就我觉得优化没做好，这边的音乐比较破。好，选择关卡。那剧情的话，就透过一些对话啦。就你很，如果你像我一样是没有看过漫画或是看过动画的人，动画可能有200多话，是不是？以前有下载，但是我都没看。以前就是这样啊，动画抓一堆，然后没时间看就丢在那边，然后最后就硬碟就毁了、啊，就不见了，或是坏掉了，或是删除了。它的移动跟攻击是没办法同时进行，就是没办法边打边走。移动是移动，攻击是攻击。他是要教你 combo 是不是？灵力过低。打不到地板欸。我看到了，这是我们 HP 嘛，然后灵力200，然后释放技能会扣灵力。这边不 OK 啊，不 OK 啊，声音音效不 OK。你们应该有听到吧？虽然我音乐调比较小声，然后我觉得应该自由了、欸，对啊，可以回首页。那账号的部分，我现在是用游客来玩嘛。那我们继续，我们把这个打完，然后再来回来看一下首页。粉丝向手游是这样啦，只要你喜欢这个动漫画的话，你玩这款游戏就会很有感觉，你就会回到当初你看这部动画那种感觉。然后你是控制这个黑崎一护嘛，也是男主角。那他 ARPG 有还有蛮多支的，只是很多我都不认识。好，跟这个打一下。我这边有一个大招，是不是？可以我射一下热箭。这是防御就对哦，这是防御哦，防御是大招哎，防御。原来是防御。就是你没有灵气的时候，你就跪在旁边防御。
这个对我常玩 KOF 来说太简单了。改一下，改成五，因为我习惯防御按五，因为 KOF 也有防御。每天都在玩 ARPG KOF 嘛，所以我的摇杆啊这些按钮习惯怎么设就这样设。因为 KOF 十个按钮不够，大概我觉得 KOF 大概要11、12个吧，十个完全不够，也要买好一点的那种摇杆。我是用那种199摇杆，就灿坤买的，用我大概从以前到现在我都是用这种便宜摇杆，已经用坏了十几个吧。便宜没好货啊，玩没多久就坏掉，也没有多久啊，就一直玩就很容易坏掉。好，那我们解锁这一只朽木露琪亚，叫姓朽木好奇怪啊，露琪亚，因为朽木不是朽木不可雕也啊，对吧？形容一个人知识太差了，很顽固。好，然后角色羁绊，他们有羁绊。好，然后嘞，没有了。哎呦，还在讲话。我觉得粉丝像手游是这样啊，很容易被骂。就是如果不懂的话，讲一些剧情哦，人家一些粉丝就会容易骂。我是没差啦，有时候我反正我都会先讲白了说。这个剧情我没那么熟，像之前那个家庭教师啊，我就稍微玩一下家庭教师啊什么的。那家庭教师我大概只看了单行本，大概看了3、4集左右吧，所以说那个剧情我也不是说非常知道。那有的人他就会觉得你都不知道就乱讲，大概是这样。哎，防御，哟，什么意思？闪过是不是？哇，他现在還教我，真是的。刚我自己发现，因为我 KOF 也是闪来闪去啊。技能这个应该是气功吧，气功斩。然后这有点旋风斩。打击感的部分，老实说。没有很明显，但是还可以啦。就是打击感，你给你那个回馈打起来的感觉有没有？不能像 KOF 那么好，因为 KOF 是去年的新游嘛，应该是说前年，因为开始出到日服，它也出了快两年了，也出了两年了，但是明显有差啦。怎么这个画面是全直的？破图还是怎样？还是说原本就是这样设定？防御，回气，你看他打我后面，我占用防御，而且防御好像不会疗血，还是因为这是新手啊，新手教学。欸，你们看其实我是有把画面调过去的，只是它操作起来就没那么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刚刚有要把我的人物转过去，可是我刚说了嘛，他没办法边攻击边移动。那我刚刚是攻击压着，我想要移动移不过去，就我想要转向转不过去。好，回主界面继续玩。但是我觉得还行啊，如果你喜欢死神的话，我这样玩起来是还可以啊。哦，那缺点就是那个音效破破的。武器强化，好像不会换武器吧，只是强化而已啊。这个游戏应该没有装备系统，应该啊，我不知道。有装备系统找到出来，然后这边有一些人，好吗？这边有一些人。我才八等的，为什么我卡住了？哼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卡住了。好，返回。
哦，这边用点的哦，这边只能用点的 哦，这边不能左右，就不能用刚刚那个功能左右。那我们把这个界面给看一看好，因为时间也玩15分钟了，可以换角色吗？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用这个朽木露琪亚。好，不管，来吧。然后角色的话还蛮多只的哦，嗯，超级多哎，我觉得好多，哦。那因为我都不认识啊。死神真的是我一部我比较少接触的动漫画。如果说火影忍者，我就超熟啊。火影忍者应该很多人都熟，啊，海贼王、火影忍者这个近几年应该也不能说近几年啊，火影忍者到几年啊，十几年有是不是？海贼王二十几年有了吧？因为那个尾田荣养从二十几岁就开始画啦，画到现在四十几岁，红了二十几年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吧，每日福利 VIP 有没有 VIP 啊？好，活动开服七日，嗯，有没有公告啊？因为今天是9月18，然后我看到他新品上架。才来玩的，那留言透过留言一些评价评分，感觉是把某一款旧游然后重新弄过，然后多了一些新人物新角色。哦，那画质我觉得没有很清楚啊，这字体都模糊的，糊糊的啦。那设定部分不知道在哪里耶，找一下，不知道那个设定在哪里啊？看不出来，修养，这个是应该算是我的房间吧，然后那边应该是类似广场，哦，聊天。应该没有人在聊天吧？我觉得外面那些角色搞不好只是挂在那边，或者是什么东西啊，就在那边走来走去。因为我玩的时间通常是半夜啊。这边不能点系统哦，这个啦，系统啦，哎呀，我想说为什么有个摇杆啊？哦，我看到系统，因为通常都是设定，但他写系统，我在扫设定两个字，你们知道吗？没找到，这是我账号 ID， 然后背景音乐可以关大开大小声，哇，就这样而已耶，哦，没有什么画质可以设定，哇，然后我也没办法上下调，然后就这样而已说，其他服务修改昵称，我现在是哈姆啊，不用改。改的话需要这个改名卡吧。然后成长激活，然后储值 ，Go。那一二三，我们是不是要打三啊？哦，一星二星嘛，这是三星嘛，那应该是打这个。那，战斗，那当然要设置啊。还可以扫荡100次哦，这个游戏100次。好啦，也行啊 ，KOF 可以扫荡99次。为什么我技能还是一样按钮？就是那个图标一样。打不太动了，他死掉了，为什么躺在地上那么久？有没有可以换角色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可不可以切换别只啊？因为 ARPG 通常是三只嘛，让你可以那个，好痛啊！好。
好，获胜，打伤害有点低，我不知道是我没练还是怎样。我刚刚的疑虑是技能的按钮都长得一样，这个会不会要设计一下那个按钮，让大家看得出来不一样？就感觉比较不都一样啊，这样就没有变化性。女性食神协会这么好、哦？好，哦，在这里是哦，好好好，魂的教学。有大姐姐啊，援护。好，结识朽木露西亚，然后交往、啊，真的假的、啊？交往应该翻成好感度吧，或是摸头啊？这些怎么都是大姐姐啊？所以说死神都是大姐姐吗？我现在才知道，还是我被他误导了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女性死神协会。应该是有男性死神才对啊，只是他是女性的。这边我觉得我要换人物，我在这有点弱哎、欸。哦，我觉得有点弱，赶快换回来。那继续设置一下，去更换援护技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我再打一下好了，时间二十几分钟了。敌人呢？反正就这样。哦，他会跑来跑去，我怎么又过头啊？觉得有差啊，攻击力。好，反正我能量回很快。大家有听到按钮声音吗？一直转它，我觉得它就少了一个你普通攻击可以接近敌人。好赢了，我受伤也蛮多的吼。大概掉了三分之一吧，快一半，接近一半。受击破防小于五次，我不懂那什么叫受击破防。那得到这个碎片，反正我就把它玩一玩嘛。没玩过，玩过你就有经验。下次他再来重新上架，我就知道这款游戏。这边是要升级，我觉得应该是我没养成啦，那个朽木露西亚没养成，所以才会比较没力，应该是这样。技能不屈，这么厉害哦、喔！生命低于 15%， 防御上升 88 点，然后增加 100% 的额外韧性。我不知道这游戏的韧性是什么意思。好，老问题啦，音效很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再打一关好了，好，再打一场故事清理工作。好，确定我这边可以切换那个出战角色，可以在那边换。好 ，Let's go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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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帮大家喷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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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一直出现这些字啊，这边应该不是 BOSS 吧？哇， 195连击，这么扯！尽量把敌人从一边靠近就好了。我被打到了。为什么会稍微慢动作一些？双 boss 是不是啊？我、哦、没有啊，就这一只而已啊。一个蝙蝠修理卡，好获胜。
有没有？我刚刚好像有强化过，我说我的血只受一些伤，圣儿血要大于30%，然后就获得一颗星，然后连级大于100连级，我刚刚快200了吧？就连按就好了，连按就好了，反正就 ARPG 嘛。ARPG 的游戏类型我还蛮爱玩的啦，所以我 QF 可以玩那么久，玩了那么久，从去年10月玩到现在，很累啊，每天日常要花三四个小时，真的有点累。就你日常光日常就三四个小时，然后你还要做游戏影片嘛，也要花三四十分钟，然后你还要事前试玩，你要测试一些角色啊什么的。那像 KOF 就一两百只跑不掉啊，这边可能就二三十只吧，我觉得。我这个阿善锦炼刺应该是男配角吧，感觉。然后这是他的那些效果，他的技能，然后有一些羁绊吧。然后七日礼拜我跑出来可以领取。现在游戏公告只有一开始的那个序号嘛。哦，我记得我刚进来游戏的时候，它有出现一个那个兑换码什么的，你们要记下来，然后把它换一换。那剩下的玩法我就没办法一一介绍了，因为它可能会慢慢跑出来一些其他的玩法。因为不会只有主线故事嘛，你可能还要去打材料啊。哦，我们强化升级的一些素材，也许是角色。也许是武器，刚刚好像我们有升级武器嘛。OK， 那游戏目前大概是这样啦。那我觉得操作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好，有时候会卡卡的。就我开始说的那个问题，操作跟按钮是分开的，你不能同时，不能边打边砍，它必须要攻击就是攻击，移动就是移动。所以会稍微卡一点。那它是2D 横向的 ARPG， 你不能上下行走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吧。哈，粉丝向手游，那死神啊，只是它的游戏名称叫做《炙热灵压》。那就先这样吧。好了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